撞击骑士沿着山区道路，不管路行，左拐右弯，越骑越快。警方接获民众检举在网络搜证取得飙车影片，让检举人看不下去的是，撞击骑士自称时速飙破了200公里的危险驾驶行为。 影片路段疑似在台南一七四县道上走一趟会发现弯道一个接一个山路蜿蜒曲折，出现疑似重机骑士在山路狂飙，还抛出了炫耀文，警方要追究。进行调查，影片中行驶路段及违规驾驶人身份，将通知道案说明，依法就办。道路未属山区路段，沿线蜿蜒起伏，请驾驶人驾驶车辆行经该路段，务必。 依速线行驶，不只要追查到底是哪个重机骑士在山路上飙破了200公里。台南辖区内一七四和一七五县道假日常有重机与改装车友车距跑山，警方设置稽查点，加强取缔重机违规与改装车辆，避免飙风再起。三立新闻网邵荣玉文台南报道。